月季大姐，郭政委和向采菊同志的结婚报告得朝纲副主任批准签字才能办理结婚手续。郭政委和向采菊同志结婚是不是符合婚姻法？符合呀。你们行政科是不是负责发结婚证书？是，负责。那你们办就行了，怎么还往上推？你也知道，郭政委这事儿跟别人不一样。前天您来跟我说这事儿，我就向朝纲副主任请示了。朝纲副主任说这事儿必须得经他批准才能办手续。是婚姻法大还是王朝纲大？郭政委，您千万不要为难我呀，道理我都明白，我也知道政委和采菊同志都不容易。前天大姐跟我一说，我也挺为政委高兴的。可是我也只是个一般干部，上面领导有了指示，我只能照办。您说是不是？你别老给我可是可是好不好？你坐下，让他慢慢说。我觉得小丁说的也有道理，那王朝纲都发话了，他只能这么办。你是说这个事儿得王朝纲批是不是？那行，我找他去。大姐不求他。哎呀，你坐下坐下坐下，你们等着我啊。那我快走吧。进来。朝纲。月季大姐啊，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就你一个人办公啊？哎呀，这上头啊要个材料要的急，这是加个班嘛，这不是？来坐坐坐坐坐。知道我为啥找你吗？你看你这个急脾气，你先坐下来再说。到我这儿来一趟也不容易。我不喝。你坐的。我知道，你来找我是因为郭文云和向采菊结婚的事儿是吧？这两天工作上的事儿多，忙得我晕头转向的。你前两天不是找过那个小丁吗？他向我汇报了。我听小丁说，郭政委结婚的事儿需要你批准。郭文云不是一般的群众，正在接受劳动改造。在这种特殊时期，特殊人物提出来结婚，不能说不是个新动向啊。对待这种特殊时期特殊人物的新动向，我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态度。我明白你说的特殊，这郭政委是够特殊的，他是咱们全团长年龄最大的单身汉，包括你在内，多少个人给他介绍过对象都没成功。要说这特殊时期，就是他遇上向采菊了，两个人年龄相当，脾气相投，是天生的一对儿。我实在是想不出有啥特殊理由不能批准这对特殊时期特殊人物结婚。哎呀，大姐，你说的这些是人之常理，我说的这是政治，两回事儿。超刚啊，不是大姐说你，你连人之常理你都不懂，你还搞政治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郭政委结婚那是他的权利，向采菊也有这个权利。你剥夺人家的权利，不按婚姻法办事儿，犯错误的就是你王朝纲。老话说了，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你破坏人家的好事儿，那就是缺德。在全场职工面前，你也得落下骂名。有这么严重啊？还有一个小道理。早就想跟你说，是没有合适的机会。你说，我听着。就说你跟小郑，那是多好的一个人呢，啊！但凡你说话办事得体一点，别得罪团长那么多好人，他能非闹着要跟你离婚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就自己琢磨吧。大姐，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在教育我呀。我还没展开呢。可是咱们团里有一半的人都让我给得罪了。
一多半。对，上传容易，下传难。你说大爷，你说现在我该咋办？慧贤，你怎么来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王朝刚，我要跟你离婚。出去！你说这事儿咋那么巧呢？这王朝刚都快说通了，小郑进来了，什么都乱了。今天什么日子？我结婚，他离婚，难办事全赶一块儿了。你也别着急，顶得我再跑一趟。不跑。大不了我和彩菊的事儿再往后拖拖，不求他。不能拖，跟他置啥气呀？你们俩结婚，你们俩结婚；他们俩离婚，他们俩离婚。是，你觉得这些事儿都归行政科管，又不是咱们非把他弄到一块儿的。王朝刚是个小心眼儿，他跟我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吗？他肯定以为他和小郑的事儿是我挑唆的，你就让他把这个仇记我郭云头上，我不怕他。不能搭理他，我再找找他去。把电棒给我拿来。哎，志怀，哎，今晚咱们都别分开了。自从上山以来，我们就没在一起吃过饭，老是你在一个屋，我在一个屋。这么大一座山上，总共就咱们两个人，还要分开各吃各的，多别扭啊！你说呢？是，那就一起吃吧。行。我求你了。求我什么？我顶不住了。我怎么了？你明天还是回去吧，我真的顶不住了。什么顶不住了？
说还是在那边等你吧。你别等我，我这进去了店里，你在外边，我该说不好了。没事，那你把电棒拿着。嗯，真亮着灯呢。那我走了啊。啊，回去吧。你咋又来了？还没回家呢，车哥。回家干啥？回去也是一个人。小郑要跟你离婚这事儿闹得全团场的人都知道了，心里不痛快吧？这时候了，你说这些还干啥呀？你准是想小郑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都是我安排好的，是吧？这还用问吗？大姐，你平常教育人的时候说的挺好的，可这件事情你做的欠妥。我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今天白天我是带着郭政委和向采菊去办结婚登记，结果小丁说这事儿得你批，我就来办公室找你了。你说他就这么巧，小郑就这时候来了。这事儿我事先确实一点不知道。我相信你是不会说谎的。那他就是受了郭文云的煽动才来这儿闹事儿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的，他那……你又误会了。我问老郭了，他说他要是碰上小郑，他还劝他要冷静呢，结果也没劝住，他也不知道这事儿。你总是向着郭文云，这怎么是向着的事儿？这路啊都是人自己走的，你别老怪这个怪那个的。我也问小郑了，为啥这么坚决非要跟你离婚？他说这里边的原因只有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看看，啊，我说你呀，你。他跟我说了，他跟你分开这么长时间，你一次都没找过他。而且今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他想你今天总该找他一趟了吧？结果就这一点希望你也让他落空了，你也是太伤人了。你坐下，你坐好了。你跟大姐说实话，你是不是不想跟他过了？用你们的话说，就是不再爱他了，是不是？你就是这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多伤心啊！让他，大姐，我是后悔，我真的后悔。你说我现在该咋办？事儿都已经这样了，那还能咋办呀？你要是还想给小郑留点好印象，你就别再怪他了。也别难为他了，那就把离婚手续办了算了。不，我不同意离婚。那没用。大姐，我实话告诉你吧，我离不开小郑，我爱他。那，你要是还真是爱他的话，你就去找他，跟他好好谈谈，真心实意的跟他谈。他到底能不能原谅你，那也得看他的想法。大姐，你帮帮我，你去跟他说，你跟小郑说我是爱他的呀，你跟他说。我跟他说没用，这你跟他说去。你说得了他听你的，大姐，我王朝刚求你了。朝刚，你看。我去啊！你快，你坐好了，我跟他说去。你快坐好了，我跟他说。
哎，大姐回来了，你吃了吗？啊，吃了。钟柳他刚去师傅回钟桃了。这些日子我就琢磨着，你说这王超刚要说跟程世昌有矛盾吧，过去我确实是看见过。可说跟郭文云、跟老钟有矛盾，我是真没看出来，咋就走上今天这样了呢？都怪王超刚，从他怎么对我，我就想得出他怎么对钟师长和郭政委的。他这个人太自私了，为了升官，他什么狠事都干得出来。那依你看，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坏人了。他就是个坏人。今天他跟我说，他后悔了，他不愿意跟你离婚，他都哭了。他就会来这一套，大姐你甭信他的，他跟你演戏呢。我看不像演戏，他是不是压力太大了？这男人在外面工作压力太大了呢，在家也难免脾气也大。有压力，有压力也是做坏事做的。对，他是做了不少坏事，要不郭政委能给他一敲吗？看他欺负程世昌那样，是怪让人生气的。不过后来他把郭政委弄到砖厂去，也就没事了。而且他手下那些人，对程世昌那样。那也都是看他脸色，想买他的好，也不见得是王超刚的本意。大姐，你对他要是有这样的想法，你也太宽宏大量了吧？不是我宽宏大量，是我觉得他对你的感情不是假的。离婚的事你先搁搁，再给他个机会，考验考验他。我不，我一定要跟他离婚，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团场这些无辜的好人，我坚决不跟他生活在一起了。你别把话说那么绝，你听大姐把话说完了，看看有没有道理。嗯，我也不是说非要让你们马上就和好，那样你也接受不了。你先过一段时间，都想好了再办也来得及。嗯。大姐是过来的人，这一辈子就经历过一次婚姻，还是包办的。看着你们在革命队伍里自由恋爱，羡慕还羡慕不过来呢。你说这两个人要是没有点好感，能走到一块儿吗？那都是缘分，得珍惜，别老说离婚离婚的。真要离婚就一刀两断了，那是小事儿啊。你再静静，静下来好好想想，嗯。看，你要觉得大姐说的不对，你就当我没说。大姐，我没想到你能这么看他，我还以为全团长的人都恨他。没有人再理他了，我要是跟这样的人在过日子，我还有什么意思呀？朝刚呢，是毛病也有，但我一想刚进江的时候，他还给过我们家中央一双球鞋，钟柳的妈妈也是他给买的。那土匪冲过来的时候，他还救过钟怀一条命呢。你说我能咋看他？真的，我真觉得这人本质上还是好的。那你这么哭，你让不让大姐吃了还？别哭了啊！嗯，给大姐盛一碗去。嗯，
玉兰。我爱上赵丽江了，可是我也忘不了你。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吗？把你托付给我了，那你怎么早没跟我说呢？我好几次都想跟你说，可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大姐，你说的没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是眼下这个形势是一天一变，可以说是三年河东，三年河西。我听说老干部一批批的都要解放了，我也得回去当我的科长，也可能连科长也当不成了。你现在不是还是副主任吗？是。明天郭政委和向采菊结婚，你去不去？我，形势一变，郭政委正是长脾气的时候，我这一去，非抡着铁锹把我轰出来不可。怎么会呢？他们俩结婚还是你批准的呢，去吧，喝个喜去啊。还是算了吧。你去了，到那儿就跟着我，有啥事儿我给你挡着。去吧。大姐，你三番五次的劝我，为啥？我王朝刚心里明白。朱所长，大字报的事儿，我请你原谅我。不敢当，不敢当。我爹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你对兵团的棉田建设是有贡献的，功不可没。”钟师长，对，钟况民师长，他是这么说的。他让我一定这样转告你，钟师长这么评价我，我是受之有愧啊。不。你受之无愧。这些天我天天在做检查，反思我过去对你的态度，我是有错误的。我啊，所长，我把你请回御种房不是让你来做检查的，是要恢复你的工作。这也是钟师长决定的？不是，是我的决定。你看我的这些试验放在你这儿只是小小的一部分，你的这些棉珠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分组，我也不知道培植他们的试验意图，我怕给你弄乱了，动也没敢动。
结婚的日子定得不错，正好和你郭伯伯挑选的是同一天，娘同意了。哎，等一下，可惜娘来不了，因为娘和你爹要参加你郭伯伯和向采菊的婚礼。你郭伯伯这一生不容易，娘思量再三，只好委屈你和丽江了。记住，到时候娘会在山下你郭伯伯的婚礼上为你俩祝福。简陋了吧？不简陋，不简陋，只要大家高兴就行。老郭，真是便宜你了。这要是搁过去呀，你得到女方家去鞠躬去，去求去。你就是给接来了，还得背着在门口转三圈呢。你这倒好，没出门就把媳妇给娶到家了。大姐，你还真提醒我了，我现在就背着她围着砖厂转三圈去。哎呀，我说采菊同志啊。时辰到了，那差不多了吧？哎，好了好了。董事长和乔副总上去来了。哎呀，怎么着？哎呦，董事长，相公，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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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介绍人，你就来当证婚人吧。这事非我莫属啊！啊，对不住啊。我们俩刚干完活，连衣服都没换。哎，进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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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一块一块啊！谁呀？哎，石晴同志，来来来，来吃个糖，吃个糖，来来来，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姐，大姐，来里边，里边，里边。你今天就是娘家人了啊！好，我听大姐的。啊，坐这儿，好好坐。哎呀，关政委，祝贺祝贺呀！坐吧。哎，好好。谁把他叫来了？我请的，是大姐请的，我请来的行不？在你手下干这么多年，再说你结婚登记还是他批准的呢。你坐好。你是怎么了？净多事儿。来啦。董事长，大姐，都来了，进去吧，快进去，
郭政委，老郭，超干给您道喜来了。还有脸来？来来来，都坐，都坐，坐坐。老钟，这边坐。老钟，这儿坐。你别让站着。老钟，哎，这儿坐。哎，谁？好，老钟，坐坐坐坐坐，来来来，都坐。我坐吧。哎。就毛主席，鞠个躬吧。咱们一起再给我娘鞠个躬吧。哎，我们去外面，去山上，去看得见我娘的地方。好吗？
公室去一趟吧，有人找你。有什么事吗？你去了就知道了。老陈，我替你送来啊。好。董事长，那个月季大姐的司务长工作我已经给她恢复了。是吗？啊，那还得谢谢你了。本来就是应该的嘛。走了，走了。我能在本师恢复我的工作吗？老钟同志，这是上级党委的决定，我们也改变不了。朱市长，你先到南江水利工地工作一段时间吧，那是个重要的工程，上级决定由你做总指挥。好吧。什么时候上任？当然是越快越好。让你去水库工地，这是好事儿啊。是，只要恢复工作就好。这去南疆一去几个月，搞不好就得几年。几年？啊，这么长时间。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走之后，你就搬到我家去住去吧。也别瞎说。我给申领导谈谈，让他们在师部给你安排个工作。上你家住去？是。那怎么行？行啊，行！怎么不行？啊？不，你是上你那儿住去？对啊。不行，这坚决不行！我上你那儿住去算咋回事啊？哎呀，我的意思，我走之后中陶没人照顾。再说呢，中阳和中柳不是在市里上班吗？那中陶，我可以把他接我身边来。这中陶马上就要复课了，你把他接在你身边，他上课怎么办？那就还像现在这样，让中柳照顾他，我隔三差五去看看。你可真固执，你是孩子的娘，你住我那儿怎么的？钟匡民，你啥事我都可以给你帮忙，因为你是孩子的爹。可我刘月季，今生今世，再也不会住到你钟家去。看来我得说一辈子对不起你了。那倒不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解放那年，我带着两个孩子来找你，我是怕两个孩子没有爹。现在孩子也都长大了，也都有出息了，我应该感谢你才对。我一个农村妇女，也没啥文化。自从到了你的部队，一步一步的从烧火做饭的火头军，到当上了司务长。现在大伙儿一口一个月季大姐的叫着，有啥事还爱跟我商量，我也挺受人尊重的。在兵团这个大家庭里，我过得挺舒心的。我挺知足的。感谢你还感谢不过来呢。
这一颗心，不知有多沉。哎呀的珠碎，野地的伤痕。这一个人还能有多好？太阳与了儿，也养育了今干妈吧，是。那他现在在哪儿？他已经死了。老成，那你现在还不想认这女儿是吗？怎么能不想认呢？不是不想认，这时候还不到啊。我看你跟钟师长来复婚吧。孟伟霆都走这么多年了，